因为我很不喜欢小孩子这个不吃那个不吃，某一天他开始在撒野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计时二十分钟把饭菜吃完，二十分钟一到我就真的收起来了。我的孩子经过那一次之后，吃饭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规矩的，给什么就吃什么。其实两个小孩子都还蛮好教育的，后来我太太也学会了，她就是有一天在晚上的时候，来我给你二十分钟，我说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哪有可能可以撑二十分钟。没有，后来我老婆说，我不是要让你撑二十分钟，二十分钟之内站起来。我想抱一下宇哥。来吧，怎么看出来他有感觉还是没感觉呢？宇哥咋地都有感觉。那我在干什么呢？我在干什么？你就享受就好了嘛，享受。哎呦！啊、哇！来真的，来真的。你们俩打台球不？洗头不了好吗？洗头不？你们真的是还没爽到，你们不要出来好不好？其实我觉得男生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有时候尺度要拿捏好，女生会更心动。譬如说在下雨的时候、撑伞的时候，男生会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，男生这样就好了。哎。女生就会很心动了，因为她觉得你是个正人君子，但是你又愿意护着我，这样子高手啊，真的很会。男生可以去学会教女生打高尔夫球，也是很好做的。对，文手里可以稍微展现一下幽默的方式，那又不会侵犯到女生。那怎么吻呢？哎呀，所以你要合理的哦，来一个合理的。他忍了好久哦，好紧张哦。你确定我们是夫妻关系？我怎么有点不确定了呢？宇哥就是情景演绎，没关系，现在就是夫妻，现在就是夫妻，就是夫妻，进入情境。来，我们来夫妻关灯。我没有要求很复杂，我两一句话就讲完了。我想跟你玩二十分钟。天哪！菲儿不要怕，二十分钟他还没有站起来呢。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过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星。最亮的一刻，你就像那一把火，我熊熊火焰照亮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照亮了我。虽然我没说，你也喜欢我，仿佛天上星最亮的一颗。哇！奇怪，我这怎么点不着啊？